反饭店就会有很多，就是可能像便条纸或笔，可是他准备了这么多，有回文针，然后订书机这些，全部都可以带回家。我听说这个是他们只要来住的住客，真的。吃完之后必回购。一放之后我就想到饮料，全免费的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明明之巴这边就有早上必备的咖啡，这些都有。冰箱里面还有很多饮料，都是不用钱的、哦。不用钱，不用钱。然后再加上，其实刚我特别帮大家数过，因为他们叫 H2O， 所以他们为各位准备了 H2O 足足有八罐。我就跟你说，这里这样有小电视，我跟你说来。百叶窗放下来之后呢，你已经外面的那个窗户光已经透进来，已经够舒服了。然后这边又加上电视，哎、欸，你看多用心，他们至少都有图案，金鱼哎。而且我刚刚听饭店人员说，这边的水温就是控制在人体的温度。你说这边热水、冷水转来转去的，你现在不会要开吧？是，而且有花洒，差点要湿生锈了，湿生锈，还有花洒、欸。各位要看。Mina 是生锈吗？没有啦，我出来出来出来，不要看什么是生锈，我们去看帅哥。我跟你讲，楼下游泳池有帅哥啊，赶快走。腹肌吗？有腹肌吗？没有腹肌我不买单哦。有吗？有吗？赶快去，帅哥才不会跑掉。柚子，高雄的天气真的好好哦、喔，好久没晒到太阳了哎、欸，真的好舒服哦、喔。我跟你说，我看 IG 来的，真的吗？超多网美来这里打卡的，嗯，一定要必踩点，好不好？而且听说他们这边调酒是不是也很厉害啊？蛮好喝的，好喝对不对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柚子平常都是进行挑战的嘛，那我们今天来到 H2O 的话，不能只是降服，我们要不要跟八天队挑战一下，好吗？呼怕呼。我跟你说，我喝起来酒堆起来跟101一样高了。你说台北信义区那101吗？小恩果的。嗯、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认真我认真认真 PK 一下。好好，那我就请他出来喽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让我们来欢迎 Chris。嗨，我是 H2O Chris。你是 H2O 水晶站最强的调酒师，没有啦，就只是入围了全台女子调酒前十名而已啦。前台就对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也较劲来者是客，记得放水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的调酒挑战就要正式开始咯。那 Chris 的话，因为是专业的调酒师嘛，所以我们有特别为你准备了五样的元素。那这五个元素里面呢， Chris 必须要五选三的加入他的调酒里面哦。我有一面的啦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柚子跟 Chris 的话都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进行调酒哦。那我们的调酒比赛就要正式开始咯， Go Go！ 好，那么 Chris 今天想要做怎么样的调酒啊？今天的话，因为材料上啊有优格啊、胡麻酱啊，然后还有咖喱，让我想到异国风情。那异国风情中，其实优格跟咖喱可以做咖喱酱，你知道吗？ Okay. 所以我会以他们三个为主作为调酒。好，所以我们没有刁难到你的意思。没有。什么？好，那你说，那这样基酒的话，你想要用什么酒跟它去做搭配？我是用这个。好，柚子酒为主体。OK， 好的。粉类的东西进去调酒里面吗？很正常，这是糖柑橘。那通常我们在调酒界是有点带有沉香的拉法，那它就是用来做调酒用的。这是我们的非洲独有的冰品，那它的特色就像月亮一样。像可以用咖喱粉跟胡麻酱做苏莫内的话，你也是很厉害、欸。是苏打水，苏打水。对，我觉得颜色还不够漂亮，还可以再调整一下。我们柚子也是非常认真在做的，我相信他也是可以的。我今天就来调各位最熟悉的长岛冰茶。长岛在哪里啊？长岛在。在纽约啊！你不知道长岛在哪里，要给我挑长岛冰茶。可以再一次吗？我现在把酒。
那这长岛冰茶呢，会用5到6种非常烈的酒为基底，而且加上我们今天在高雄买的蜂蜜。第二种，所以柚子平常会喝长岛冰茶吗？会啊，最省钱的，最烈，一次给他醉是不是。还有柠檬汁，好。其实我第一次调酒，看得出来吗？我们都看得出来。可以的，嗯，好。所以你已经把你所有的元素加进去了。对，我的基酒，好的，跟柠檬汁，蜂蜜是那个，我看看，来，山野蜂蜜。哦，我刚刚有秀给各位看的。我们早上去逛街的时候买的。有没有这个手势？哦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来。我们这个柠檬四片哈，那是柳橙呐、啊，哦对，柳橙呐、啊，我跟你说，来加上这个蜂蜜，直接淋在上面就好啊，直接淋吗？对啊，哇 ，Oh my God，OK，So sweet， 哇，少年雨逆风的奇幻漂流。嗨嗨嗨 ，Hello， 好，所以你就各拿一杯，然后帮我们试试看你喜欢哪一杯。嗯，那你的嘴角有点颤抖，可以问一下怎么了吗？就是这个味道蛮特殊，蛮特殊的，是不是？对哦，哇哦，哎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如果你只能选择一杯，你个人就是心所属是哪一杯？请先生帮我们试喝看看。好，好，这个是黄色的这杯。好，这个叫香料的味道。嗯，哇，都是行家哎。嗯，这个我觉得很好喝哎。喝出来，没有再喝一杯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面前这一碗都是你的，好不好？不要客气，带走。我们请客。哎，所以小姐是喜欢黄色的。经过了现场观众的投票之后呢，就选出我们的优胜者喽。我们的优胜者是柚子，我第一名啦！你就搞完呢，很棒，好。那我们的 Chris 呢，其实也是非常的厉害，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有刁难你嘛，加了那么多特殊的食材在里面，你还是完成一个很漂亮的调酒哎。对啊，谢谢大家不嫌弃。好的，那我们的优胜者柚子呢，就可以立刻往我们20楼我们的 Ripple 西餐厅去享用 H2O 为你准备的优胜者大餐哦。哇，哇，你看满满这一桌非常丰盛哎。我同学留下来。来，你这是什么？你说。我跟你说，这是52度酥肥牛小排。哇，我看一下这个。用低温烹调锁住这个肉汁，再用高温将其表面煎熟，产生梅纳反应，哇，这样可以产生一种焦糖香气。嗯，配上这个自制的红酒酱汁呢，增添风味。哇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刚工作人员说的，我就想说嘛，都还没吃，讲这么多，赶快帮我试试看看。好，我觉得他讲的这么厉害。对对对对，赶快试试看看，不要忘记，偏偏还有一个红酒要配哦。好，我看你的刀工利不利落。哇，哎、欸，它肉真的很嫩哎。哇，你
要记得沾酱汁哦，红酒酱汁，自制的红酒酱汁。对，没错。而且妮娜真的觉得 H2O 超级厉害，服务非常一流。我们还有一个很贴心的服务在我们的 Ripple 餐厅里面哦，来。不好意思，那不好意思打扰，今天是公司招待的烧仙草，配料的部分有迷你块、迷你花生，最终有不吃的配料或者是对花生过敏的吗？没有，我们都吃，都吃。帮你正常准备哦。好，谢谢。哇，他们也太贴心了吧！还有桌边服务哎，直接到桌边服务，好开心哦。好，那你说说看，这个口感优胜者的那种感想，跟我们说。我给你吃这么贵的餐，你跟我讲一个爽多一点。你说说看，这是肉汁啊，还有香味那一些。刚刚真的那个牛排一进到嘴巴里面之后，那个肉汁就立刻散开来。然后刚刚讲到表面有那个焦香吧，就可以在嘴巴里面就舌头就可以碰到那个表面那种有点酥脆的口感。哦，很棒。再喝这个红酒有没有？哇，整个氛围都对了，就是这样，真的很开心。好了，你口罩底下流口水，知道吗？我真的觉得今天来到 H2O 水晶站啊，不管是一切的就是氛围，还有它包含香气，都是有一个海洋香调，然后还有 H2O 不管是桌边服务，还有我们刚下车的时候，他还帮我们垫了一个台子，让我们很贴心的下来，贴心的，对，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来 H2O 了，真的是一个非常贴心、非常细致、非常就是细节讲究的一个环节。那你觉得你今天挑战的感想如何？今天就是有点太开心了，制作单位良心发现要对我好一点。你一直都很好，我一直吃哪里不好？我这边戴着口罩看你吃。好了好了，那我还是说一下我们节目的 slogan。好的。哎呀，那今天谁挑战就要这么干。我是柚子，我是妮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